我刚刚接触了 Icon 大概是半年以后，这个调整机是为了我的玻尿酸问题，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医生，玻尿酸是 acting 对吗？多数都是要开刀的，然后开刀的花费是400多千，而且会有很大的后遗症。开刀过后很多东西是不能做的，过后我就接触到了 iPhone 的这个调整机，过后我穿了半年是很明显的改善在我的心，因为它每天都是支撑着我那个位置，把我那个 back posture 啊调好去那个 right posture， 所以正常的人看到我都觉得我前面是非常正常的。我今天没有穿整整，我昨天没有穿这个整整，那我喜欢一部分而已，但是可以看得到我的站姿，我的姿态全部都慢慢改善。因为玻尿酸，玻尿酸如果更严重的话会影响呼吸，因为它越来越弯的话，它会不能呼吸，呼吸有困难，连日常的生活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。所以呢，这个帮助了我很大，在半年里面，即使我的瑜伽老师都讲我的这个后面是很大的改善，还有很多我的朋友曾经见过我，过去和现在的都在半年里面呢，都觉得我很大的改善在我的姿势，然后把我的信心调回来，其实更有信心啊，可以这样讲。还有我的身材是变得不错一点点了，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。谢谢我们凯特，你可以转一身给我们看看吗？啊，你看改善了几多，谢谢你。